小伙子，来下棋吗？ 还请手下留情了。那就快坐下吧，赶紧的。
老喽，下不赢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啊，您老棋艺精湛，这回是我侥幸了。哎，讲的倒像我不服输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是祝融，他的厉害你刚刚也见识到了。要是遇上商契那高智，也让他领教领教。